环保团体这些老师，然后就是让我们办个活动，让我们的孩子就是骑到环境问题的现场，嗯、然后去听。哎，因为你那个不叫投影片，就好像说你今天如果看植物的投影片，跟你去山里面看那个感觉不一样了。那个是生命跟生命的经验啊，哎，那不一样。你也带他们去参加西瓜节吗？有啊，哎，对。我看到红香吗？哎，有，哎，他们其实都认识了。哎呀，我们还去那个中正纪念堂静坐，然后还去行政院抗议。哦，所以很有趣的，所以他们的生命我相信是彩色的。他们会跟你一样青春永驻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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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